让这个营救这个机械啦吼。我完时啦，就啊啥害啊，啊乱着暗时着讲，即卡即卡冷的，即卡烧的，着变做阴凉卡了喎，着困。啊，着安尼过困了，着爬起，安着安安安安冧咧，下过咱冧咧困吼，冧咧安尼，啊着安尼困起安尼。哎，阿姐，无形诶吼，可能无形输落来啊啦，要吧？好啦，我一孩子。我赶紧讲算讲算。哎，无形输来个。无形输来哦。伊讲唔免烦恼啦。哦。伊讲，恁后生会家己处理啊。哦。阮后生是做工啊人，哪有法度处理这个代志啊？吼，这是医生的代志，哪有诶？迄落。当时啊，讲。因母后头迄边有一个武术就对啦吼，是代代的顾问啦，或者陈正雄吼，哎呀，哦，啊爱去甲讲爱人，全参与到连队，迄王水清的迄个，遐个。门顶挂百五，我挂百五，一百五十块，爱看一半呢。迄个头落看，看到四点，才看四十几个。啊，我百五号唔着看到几个，唔知啦。啊，人伊都人，伊都人，甲写我手骨拉链吼，啊，全摕来看。好、哦，啊就讲，啊我就讲插入去啊，百五号、四十几号遐就插入去。伊就，我发现日本伫这仁爱病院在伊在给人检查在复活点，啊摕我看，摕我看是做参考的尔，伊袂甲你用，一定仁爱大大一手安尼拳头严袂这么实。对了，伊应该是，看看人家讲，伊无像你，别人检查来，反正你做喏，以为来病床来看，伊就当时就啦，就像你，对个病床呀，就是安大病床，叫我等接诊，门诊直接就挂医院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啊，就安开始，我遐直直住宿一下吼，会烧的。你管你在什么下吼，俺煮个头啊煮个，是袂爱煮几下个安尼吼，哎呀，俺煮安尼烧的，吼、哦，你总看煮唔超二十外斤，意思咧是咧讲，迄血不好流通的意思，对吧？啊，咧然后的伊个边头检查啊来啊，再看检查看血就倒去塌的安尼吼，我们再讲人。创个话说，直接插入去心脏内底，三，我咧想知哟。创话说。吓，啊有一个讲话，即自费加即健环诶健保诶对无吼？伊个迄个即检查，伊就是讲，你要做自费，还是要做迄落吼？做健保。吓，健保安尼啦。啊，阮个第三个甲讲问讲，啊自费加。加伊就是安怎分？讲自费就是迄个健保无够，你家己爱贴啦就对啦，按叫做补贴就对啦。补贴。讲只偌济嘛，只两千几块呀。安尼袂痛袂艰苦。哦，对。等下到医生哦，照常咱就对。啊，隔壁迄个无啦，迄个伊哦做健保，寒三工。哎呦，可怜呢。寒三工。哦，可怜。哦。哎呀，唔知哪落着个药啊，落着个是虾米个，可能吧。有哦，迄药啊，变成健保买出个，啊，比较好物件。吓对哇，意思。哎，爱出，两千尔，爱家己开，海山吼，就补贴啦，算讲补贴。嘿啦，啊，可怜呆。正当个啊，这也是真管哦，有诶，像敢若讲社会线开刀，还是讲啥物开刀，迄拢会差真多。哎，那自费讲十五万，啊，那就像我咧开只目睭嘛，同款啦，吼。对。冇免钱啊，吼，干那特别减，比如咧挂号费个，啊油啊钱安尼样，吼。才几百块安尼样，吼，啊嘛咧手术比来强。啊冇个
毛的特色的，啊毛的万外，啊毛的啊这两万外，啊上贵讲，讲因你伫咧讲啊这啥，诶，迄个保险公司的款内容的啊，哦，你讲也十万的啊。有哦，阮阮一个牛啊，敢那税务证贵到十五万的自费。好啦，好，后来安怎你的迄个？遐都，啊都转做病院啊。转几工？啊，都全开始入院就对啦。哦。啊，开始接受啊，再手术啦。哦。啊，手术了的时候，唔免食，啊免啥物，啊免搁在遐，啊免搁在，啊免搁在开刀，啊免啊拢唔免。因为遐见骨头的吼，啊，刚迄护士刚，逐日都爱甲你，啊，照时间啊，甲你插一个药针，药针，敢若插药针，一日排好溜溜。哦。肉先煞先出，即摆嘛拢同款的嘛。无啦，你迄呐，那细菌呐，那毒素都自然会家己袂死嘛。那是讲细菌迄来做点么的？唔是安尼，有细菌，就是无细菌啦。啊，就是因为无迄非常鲜肉出来啦。哦，你啊。哎呀，我喜欢细菌的。所以，伊提后边的肉来。创还是无拢无，哦，起码免啦。主要有这个血的流通，哦，啊就好啊。啊，但是啊，我有听啦，个血，那那手术的用不好，迄阵那遐吼，肉下退啊，唔是啦。嗯。哦，啊，我咧叮当来，啊，就咧讲，啊，不好啊，不好啊，较忍耐就安尼啦，吼。啊，有俺一阵，俺是哎，迄个烧气吼。到这位只安那是用迄蜘蛛网安尼，唔爱用这脚底只安尼烧一下安尼。啊有诶医生来讲挂好痛咯，有诶讲，哎，较保重啊，迄暂时诶尔。啊，结果是撞到怎嘛嘛，也搁咧撞。九二一啦，九二一在大病床吼，拄拄啊摇摇咧才出来，我脚骨弄，正啊才大好哦，迄日拄加重无电梯啦。啊，主要一台耳机吼，迄个帐篷啊，中昼咧帐篷啊，才甲迄个帐篷拜托我，我咧看阮在，我袂放落去吼。啊，是，诶，迄阵系搞了啊，就走，无法度人伊个行遐远安尼啊，啊伊才就安尼甲放落去。所以是甲你换血管，血管。诶。哦。唔是包吧？唔是最佳话呀，唔是最心脏的，安那话。医生，我甲这边照的。医生，甲这边照，照上照。加开腔对这边，实在是对这动脉，啊，再穿过来这边，啊，这边都对这安落啦。这大大起码真多啦。啊，我迄阵啊，拄啊伫遐，伫遐也是，迄个住院的中间，这个黄水清，迄个教授啦。遐王教授啊，伊做教授，心脏啊，这心脏科的教授，吓，心脏血管、血管的主任，啊，去做教授啦。伊迄阵啊换心嘛，有啊，迄心伫咧换哦，换心拄一百粒的气样，迄阵啊拄好做一百粒的气样，啊，即摆唔知过了几千个。那是民国九十二年哦、喔，你是讲偌济年？八二九二一啦，九二一咧咧水灾迄阵啊。九二水灾是什么？1992。88吧。88年啊。88年九月二水灾了了。哦。九二水灾。88年，今嘛102年，哦，14年前啊，哦。噶你三顺也袂行，三换三卡袂。哦。迄阵啊要去坐动车，迄阵啊无在路行到迄，有啊无在路行到迄个段。后来你这。无，我无明，我唔知影。你讲你20年前迄个袂行，噶你海就海会使行。那是骨刺。迄是骨刺。我知影。但是你讲20年前，你就安尼海就会使行，佮过6年，就是14年前，你就发现你的脚是冷的，一脚用脚，一脚冷，一脚烧。佮你
在这六年中间，你有一直害无？还是你无害啊？你以后就无害啊？哈？迄六年你拢无搁害啊？你好啊，就无害啊？呀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伫想讲，你若每工安尼害，应当袂讲脚的血管流袂过去的这代志啊。我的意思是安尼啦，是问你讲你有害无害？你二十年前害好啊，你的骨刺会使行路啊。甲迄当阵是两只脚是拢是烧的，对唔？对唔对？迄阵是还无歹啊。害好啊，以后两只脚是烧的。吓，对啊。甲烧的以后，你以后你阁有害无？你都无够害啊，所以六年以后就变应用卡，一卡冷的，一卡烧的。啊，你无想讲阁甲伊害害看卖？没无好啦，伊种动脉太热。好、哦，安尼。动脉的问题，动脉太热。好、哦，知影。好。这是动脉，这边的动脉无。哦，我想讲你那是迄个动脉关系啦。嘿，但是你若每天安尼害，迄动脉哪会歹去？动脉歹，动脉啊，较容易咯。好。你动脉哪个歹去？你变哪有可能？啊，无啦，好，知影，多谢。